衣服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诚毅。浪漫、自在、优雅，因为它有100多年了，对文化的底蕴、对历史的底蕴，让我感受很深。因为今天刚刚看完了秀，蛮新颖的，蛮特别的。鞋子和西装很喜欢，那个粉色的那一套，觉得这个颜色很吸引我，也很好看。侠义和豪情，每个戏都能学到很多的技能。如果拍武侠剧的话，就得要练骑马啊，武术啊，包括上部戏也会做饭啊，什么都有。表情包也蛮多的吧，这个搜狐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诚毅。心情真的很愉快，就是觉得时间有点少了，适合自己的就好。因为每个人对美的定义也不一样，喜欢的单品也是不一样的。鞋子拍了就发，有，但是今天要回去了，逛不了。真的没有去哪里逛过，因为这几天的工作密度还是比较大的。希望下次来的时候都有几天假期吧。看到没有，因为去了一些糖果店，都是经过一看到特别喜欢啊，算了吧，忍一下吧。看了个特别好咖啡店，很喜欢，算了吧，忍一下吧。这些都记下来，我下次来的时候一定会去打卡。游玩的计划就是把这些没有去过的都去一遍，最重要的想去一下卢浮宫。